好，你去看一下吧，快快快去。佳慧啊，佳慧，你爸爸平时内向呀性格还是外向性格呀？他很内向的，他都不怎么不说话是吧？刚才我看，对，过来也没说话呀。对，他都不怎么喜欢说话的，平时。哎，估计是。我发这个被子也送给你爸爸吧，这一个。哎，郑姐，不要了，不要了。送你爸爸吧。不要了，不要了。啊。不要了，不要了，别再送了。他可能是有点感觉不自在吧，所以他就出去了。啊，不好意思啊，哥姐帅们，不好意思，我爸爸，我爸爸没见过这种场面，他肯定不习惯。没事，咱们就是给他过个生日嘛。别人的你爸爸好说话。对，他平时就很内向，他不怎么喜欢说话，更何况是见到那么多人，他更加的那种怎么样。李哥下去看了，他已经下去看了。我爸爸年轻吗？哥姐叔帅们，我爸爸年轻吗？你们觉得年轻的话把年轻打出来好不好？看一下有多少人觉得我爸爸年轻。如果我爸爸知道你们说他年轻的话，他肯定特别特别开心的。爸爸应对对，是的是的，对，他不太习惯吧，可能。这条对，年轻是吗？哥姐帅们，年轻吗？你们都多大呀？你们都多大？我爸爸今年43了，我爸爸43了。你们都多大呀？年轻，年轻是吧？帅气，帅就不帅了呗。姐坐一会儿吧，坐一会儿。不是，我刚才看你爸爸怎么也不开心，也不笑，还是打回去，脸上好像挂着脸似的。哎，本来今天把他叫过来就没有说给他过生日，然后他可能就一下子，他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他进来都是懵的，你没看见吗？刚刚他对对对，也不说话，啊、年轻最年轻又长得又帅，真的是没有没有不年轻了已经，你看我都22了，我都22、23了，年轻很帅，我们冷落他了还是？没有冷落他，我刚才我还给他不是，他是本身自己性格就比较内向，所以接触到很多像郑姐他们第一次见面，我的性格哈可能是比较外向，对，郑姐很外向，可能我爸爸就一下子就接受不住，然后他就出去了。你爸爸年轻，对，我说心里话，我爸爸是81的，81。谢谢大家，谢谢你爸爸。李哥去看他了，李哥去看他是不是怎么回事？又帅又年轻是吗？哥姐叔帅们，开朗，你这个性格很好。对，郑姐真的又开朗又大方，我真的觉得郑姐真的太谢谢大家，太成功了。我也要向郑姐学习，真的太优秀了。没事，我打算给你爸爸多带点东西了。你看，有时候做儿女的哈，就是为父母想不到那么周全，有可能我们不能天天陪伴他身边。对呀。但是我为什么做家访做了这么多年？我就感觉一个好的被子，一个好的四件套，哪怕我去送人家也好，送父母也好，他能每天每次在享用，在想着我们的关心关爱，知道吧？他不像其他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也送吃的，也送喝的，吃完喝完以后可能就是忘掉了。但是一份就是我们过去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就包括咱直播间的爸爸妈妈，家里的那些被子呀、四件套呀，可能真的是用了几十年。作为儿女的，包括我们自己都想不去换，因为时间长了，这些东西真的是要么就不保暖了，要么就是满满重重上面特别多，我们不经意，这是我们是经过多年的测试，我们经常去拿那些用了10年、5年、3年的这些四件套、这些被子，我们拿回来以后，我们放在化验室里去用显微镜下面去放，真的是你们老百姓可能不懂，我们放下去以后有好多的满满重重，好多皮肤知道吧？皮肤起点点的，起皮疹的，甚至那些起那种，叫什么炎的，这些东西可能老百姓不知道，就是通过这些东西，我们身体机能的一个变化。你们可能都不知道，这是我们这做过专业的试验的，都对我们的产品有一部分，真的有一部分的关系。对啊，是啊，所以郑姐今天哇，这真的，平时哥姐叔叔们，平时我们可能在外边都看不见这种东西啊，这种好的品质的家纺啊，所以真的今天特别特别感谢郑姐啊，你看又是黄金蚕丝被啊，又是这种
品质很好很好的这种四件套，真的谢谢啊！我也谢谢郑姐，不用客气，谢谢郑姐给我爸爸送的那些啊，不用客气。其实这些东西，我如果说不给直播间里给大家普及这些知识，可能大家不知道。是的，我给大家普及完了以后，哦，我哪怕是我这个月我少买一件衣服，我少出去吃一顿大餐，我就给自己的床品去换一下，我真正能自己能享受，能自己试用。你看我们买房子花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我们买一辆车花几万几十万，但是我们只能用一天当中只可能用那几个小时，但是我们真正想用的就是一个房间，大便是100平方的情况下，对、我们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床，那一米多的床，我们是真正的是全部去享受的，我说的对不对？所以说你哪怕是我们不在房间上不在车上去做功夫，但是一定要在你的床上你的床品上要慎重的多选一些对适合自己高端品，因为我们是常用的东西。对呀、你看你一天起码得有7-8个小时是躺在床上睡觉的，是不是各结束刷牙们，所以这种亲肤的东西我们就要选一点好的，对不对？就是主要也是为了长久的一份就是健康嘛，各结束刷牙们。我们把话题身份换了，我同样不在意。是的是的，我小家威爸爸4岁，爸爸太年轻了，谢谢谢谢。他爸爸真的好年轻哈，谢谢，我看也好年轻。拍了2个是吗？哇，真的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是个好姑娘。好的，李哥已经去看了。对，两个花型都是一样的品质，就这一个面料我做了两个花型。这个四件套你一定要拍回去，你听我的，就是因为我这个四件套在市面上都得卖1600多块钱。我因为这种四件套，它比你普通的那种纯棉还要厚，因为它是高质高密。因为我知道咱买个面料不容易，买个好面料，你看更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这是全部是私人定制的，我是用了采用了传统的工艺，经线和纬线一针一线织出来的。我采用了新疆的那种新疆长绒棉，而且我又做了双股加厚的，所以这个面料你们买回去，我让你免费试穿一年。这一年当中，你要是不喜欢都是我的货，不舒服都是我的货，知道吧？感谢大家哈。一年呢，哥姐说一年，你们去哪里看呢？也能有一年呀？那个花色去看，看上去很大气，对吧？哥姐，两个花型都漂亮。260来块钱，你们算一下，咱们是享受，别说咱不说50年、30年、40年、20年，咱就10年，咱一天才花多少钱？几毛钱，对吧？对呀。269是四件套，两个枕套是尺寸是48×74，一个被套是2米×2.3米，床单是2米45×2.45米。然后说这是四件套，咱1米5的床、1米8的床、2米的床、2米2的床都可以，谁洗、机洗、老公洗、孩子洗、你洗都可以，谁洗都可以，随便洗，知道吧？是的，是的，下次尝试一下。对，都拍到了是吧？应该都拍到了。我感觉这会儿没了，哥就说这会儿没了，我妈妈没有来，妈妈没有来，哥就说我妈妈在忙。放好了吗？放好了呀，哥就说说放好了。对，今天就特别的谢谢郑姐，也特别的谢谢李哥啊，就是给我爸爸准备了这些。你妈妈为什么不来？是这样的，哥姐叔叔们，因为我通知我爸爸的时候，我没有跟他说是来过生日。如果就是我要是跟他说是来过生日的话，他肯定不会来的，所以我就说的是有事儿他才过来的，他才说那他就过来，然后他还是从山上下来的呢，他还是从山上下来的，所以就多要了一会儿。你好你好，好的好的，是好，可以的。1米5的床单可以，床单是那个2米45×2米。哎，来了。啊，进来吧。他，你爸爸没走。没走啊。他在和小三一起在那下面。哦，好的。他们在那个抽烟。我还以为。我吓死我了！哎，我以为叔叔走了。没走啊，哥姐说没有走，没有走。哥姐叔叔还以为，就是佳薇的爸爸没有走啊，要给他过生日，我以为他走了。他在下面，他和小张他们两个在下面这样。哥姐姐懂不懂？懂的话你们打个懂，懂的话你们打个懂。红包呢？红包在哪里呀、红包在那儿。哎，你不要乱放，这个是郑姐的。哦，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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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来，这个你拿着，你等一下给爸爸。哦，不是，你爸爸不是我爸，我又说错了。哎呀，我。对，是的，是的，我爸爸在下面啊。吓死我了，我以为走了。我也以为太看一下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卡还在不在，好不好，哥姐姐？为什么？我可以看到。在呀。啊。你刚不是看了？不是，你放在那里，不小心，小心被表姐拿去了。不会吧？哥姐姐，你们说看不看？看应该没事吧？我们也没什么，就看吧，看吧，没事。对不对？可以看吗，哥姐姐？可以看吗？可以看这张卡吗？我不是啊，我不是说是怀疑什么表姐啊，但是我觉得要看一下，可不可以？要看吗？哥姐姐，可以的话你们打个可以，不可以的话就不看了。我不是说是怀疑你表姐啊，不知道，就因为你知道吗？给叔叔的，如果说是表姐拿去了，那就不好，因为你看这密码要写在这里的。嗯。啊，他们说可以吗？可以是吧？可以看一下。可以吗？他看一下。哦，还在，哥姐姐们还在。哎呀！你不要，你拿着，你不要，你放在哪里呀、啊？你用我拿着就不好了，你自己拿着，等一下你就给你爸爸，知道吧？好。我们现在给叔叔过生日。那个小王。好的，我放好，哥就算了。你那个叫那个小张啊，叫叔叔叫进来，我们给他过生日了。好。好了，他去叫了啊。他去切蛋糕，好的，哥就说好的，等我爸爸来，我们就切蛋糕，可以，我放好。哎，但是哥姐叔叔阿姨们，等一下，我要不要说呀？嘉文，我们两个要不要说我们两个的事情呀？就是说我们两个的事情，说不说？说的话，你们打个，我觉得今天给他说吧，还是说我们在谈恋爱？我们两个人就是说。等一下，我就你爸爸在的时候，我就这样说嘛，因为我觉得我来说还是嘉威来说呀，哥也是阿姨，谁？